王少伟金宝情关难过。我就车停在旁边，我想说让有一台大车要过去，就那个大车他居然不过去，他是从我的车子上撞上去。那个命理老师看到我的姓名，他说哦，你这个不简单，他说终身孤老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晚间10点，女人我最大，享时尚低基金。